早安，我现在要找一个东西顶住我的平板，然后还不能挡住我的电脑，然后东西好多，这么红红的，很痒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直接在电脑上吗？不行啊，因为我要用电脑啊。好，就到吧。你们今天就用这个角度来看我，歪歪的，是有点歪歪的，好像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好的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行销的报告，但在这个之前。在这个之前，我们要先抽卡。好小声，有吗？这个抽卡呢，我们要决定一下要抽什么卡包。完蛋了，我跟这报告真的做不完，我看其他人都做完，现在我没做。然后我还是介绍背景，然后你知道课本上面什么都没写，然后都是写在那个什么鬼。我现在完全在看维基百科，我还在抽卡。好，但我们要先抽，我们现在有100，可以抽10抽。我们要决定要抽小火龙、喷火龙我有，还是要抽超梦？可是这边有海星星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刚刚试着叫菊菊帮我写，他真的是写的超烂的。抽超梦哦，超梦，大家都叫我抽超梦。我看路还有海星星的那个，海星的那个 EX， 好吧，抽超梦，我们要抽喽，要开封10包喽，喂。我按错吗？我按错了，我没有按错。这个有了，有了，好烂哦！什么啦？什么啦？啥？下一个？怎么名牌？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那个吧。我其实没有很在意。我不会。完了，这个卡包没救了。没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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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救了。哦，赞哦，喵喵，我有黄色的，没救了，没了吗？第几包啊？是没啦，第10包嘞，好烂哦，在抽什么东西？在抽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没有10抽了，我没卡包了。
黄色的那个伞鸟很好用。我们再抽一个喷火龙，不然说我不吃啊，我就是什么都抽不到的人。火衣布，蛮可爱的。但我好像没有火衣布。我没有东西可以那个了，好，再抽一次，这个用完就没了。我没有储值啊，我没有抽死抽啊，我没有钱，我是无氪玩家。虽然补齐会是跟我说你先去叫我免费试用两周，然后呢，两周之后再取消。好，我可以把游戏关掉了。好烂，好烂。我的外送在路上了，我们等他来。我有用免费，对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会到，希望是好吃的鳝鱼意面。13分钟后抵达。好的，完蛋了，这个作业。怎么办？他还要上台讲欸，我真的是不会讲话的人，然后叫我讲，我真的啊啊！我要尖叫！帮我上台哦。反正呢，我们这一堂课，我们现在要介绍的主题是美泰克家电的啥，然后我是负责在背景的部分，然后背景就很多东西可以写，然后我就是一个，我要讲十分钟，我要在台上讲十分钟，代表说自己要讲很多。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国促销活动和委外制造问题。所以他根本就没写什么东西，这个书上他的背景根本就没写什么背景，我到底要写什么东西？要讲一段，一个人要讲十分钟，我真的觉得傻。反正我现在就是那个维基百科上的，每一年我基本上都把它写上去了。很难欸，怎么可能讲十分钟？好，我决定就是把所有字填上去，然后照念，我就可以念十分钟。我就烂，我就烂，我就是不会报告，我就念十分钟吧。我觉得这个是唯一一个我可以完成这份报告的。在台上完成，顺利完成这份报告的做法。我觉得
为什么要逼死学生呢？真的是，你知道这门课的老师，我上次有讲过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，就是这个老师，他就是你没有带课本，他就说出去。他说，哇，现在还有这种，很酷欸，休学了吧？虽然是我今天才考四分，很完蛋。然后他是留美的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发音真的是非常的糟糕，他的发音甚至比我的英文还要觉得，我就会你知道他讲 percent 这个词，什么100%，他说100%，哈，我今天听的时候很问号。哦，我一定要分享，就是期中考有一题，他就讲说，因为有一个课本有一章在讲什么西南航空嘛，还是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就讲说，他就问说上海，如果你今天要搭飞机，一个是松山直达，一个是先到上海再转到新加坡嘛，好像是这样子吧，我不知道还是去哪里，反正就一个要转机，一个没有转机，他就问你说，请问何者会比较便宜？然后呢，我就讲说松山直飞会比较便宜，因为时间就是金钱。然后说这是错的。他说你要转机比较便宜啊，那你要讲说不能是这种意义上的便宜啊。我真的是，我跟我隔壁的也是都写说，因为时间就是金钱，不是啊？你也不讲说等一下哪一种便宜？我就是觉得说直飞就是比较便宜，因为时间很宝贵啊。对啊，然后一题好像六分吧，然后我拿两分。谢谢，真的没关系，我觉得我很合理啊。然后我真的我不知道说什么，随便啦。哪有时间在那边慢慢转车？哎，谁会想那么多？然后课本写说他他说什么时候改名字，是哪里写的？也是维基百科写的，课本什么都没写，笑死。1925年他改名，就改做洗衣机，所以呢，我应该不用一个一个把它讲，说他哪一年卖了什么东西吧。再复制一下，这个人的人名真是有够长的，我真的是 Ctrl 加 C。 Ctrl 加 B。 没有淡雕什么的，你知道我刚刚发生什么事吗？我看着留言啊，我想往上跑，我动了我的花束。哎，今天那个蛮好吃的，只是他的菜我觉得加了蛮多的蒜头。你可以起来吗？你为什么要跪着？理论跟实际是不一样。对啊。可以把麦东西记下，然后哦，他说不能那个哦，他说不能拿手机哦，我要用我的小脑袋记起来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好痛苦。还是你退选这堂，可是这样会很不负责任啊！我知道，如果他见到那些同学，他们一定会觉得我很过分。
五期以上都没我，那你下次可以去握一下。不是可以握一下，是得握吧？不握吗？真的不握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不要，为什么？外国网友推不行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这学校的规定就是很，就是说期中考周的下一周是假退学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新势力。现在什么13？现在还是113？4号到15号，哎、欸，所以是到下礼拜、欸。那我报告完了还要退学吗？我如果都报告完，我干嘛退学？我要退，我就是现在退啦。前几天测排名武器都在后面，这是新手机吗？没有，一如往常都是11 Pro。那时候写的，哦，没差啦。你可以看违停啊，前提是要等我走之后，等我走，我都大三。对吧，这个没毛病啊，等我走之后你要看别人就可以。你没说要看他、啊、哦，我没有啊，我只是跟你说你可以之后可以看他而已啊，我没有说你一定要看他，只是跟你说一下而已啦。最近一直很害怕自己唱出一些不该唱出来的歌，很紧张欸，你们懂那种心情吗？跟5周年的我一样，没错，我现在是不能唱歌的人，我现在没有，不是，我现在是很害怕唱出爱就像孩子般调皮捣蛋的天使尾巴，一下出现一下不见，绕圈玩耍。黑头像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都这时间别满编的时候，哈。我看起来需要人家送吗？我昨天才跟祖祖讲说，我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我的iPhone 16 Pro， 我觉得可能等我拿到的时候已经变毕业礼物了。我觉得我好像，我什么时候讲，我昨天讲的话会成真，好可怕。唉，好饿哦，什么时候来呀、啊？快到了吧，我不知道啊，好像快到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刚刚不是我刚刚，我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啊，然后呢，他因为1907年的时候把公司搬到了爱荷华州牛顿镇，然后同一年他又产生了洗衣机。那你们觉得他是先产生了洗衣机再搬家，还是先搬家之后才有了洗衣机？
这是我思考会。我跟你们说，你看超级可爱，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，这是一只现在炒得很贵的。我要怎么打开？从这里开吗？这里呢，我有两只。什么鸡？我又不喜欢鸡卡哇，我不会卖掉啊！这么可爱，好可爱哟！我一直没跟你们分享。不觉得很可爱吗？而狒狒就很丑，我觉得很可爱啊，很可爱啊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看这个小呆毛，デモデモの涙，超可爱的。是男生不能理解啊，他就长得很可爱啊。快到了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收回去。我看一只现在炒到1500块台币左右，可能2000块都会有人要买。等我哪一天不爱藤井风的时候，我再把它卖掉。但目前应该是不会卖。嘿，真可爱。原价嘛，好像400多台币吧。一只原本是2000日币，现在一只可以卖到5000多日币这样。嗯。怎么可以卖掉？不会卖啊。啊，你的头贴怎么是黑的？还是要问，啊，你的头贴怎么是黑的？我真的觉得我的美学应该是蛮好的，你们要看吗？好吧，可能没有很好，算了。我不爱了也没卖，干嘛、啊？先要这样，谢谢韩吉送带你去流浪。你们要看了，我拍起来，不然等下拍到我的其他资讯，我觉得不太好。刚只做了2页，在那个短短的时间内，也不是短短的时间内，大概就是我那个今天从7点多做到，没有，可能从5点多6点多做到现在。但是因为我本人呢，很认真的在玩宝可梦，所以我也没有认真在做。到了，餐点到了，好，给你们看。怕我拍到，好，好像其实还好，没有什么样，就蛮丑的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我好像还有一个作业要写，好像是后天要交，完蛋了。还可以啊，我也觉得。我先去拿个外送。你们先看一下黑色的背景，我要怎么用？镜头没有转向这个东西的吗？现在没了吗？嗯？切换镜头。哦，这样。好，你们先看这个。
这个电脑先关起来，我们先吃饭再说。不知道如何，可是我刚觉得好像有点少。对，有红包哎，肯定是哎，还有哎，好棒，太好了，谢谢韩子。那面卷给我分开装。好像不错哦，好像不错，好像不错。它的面好像有炸过哎，看起来蛮好的。很香耶，你这个冷气要开下去，不然这一间屋子等一下会很臭。好，我们先试试看它的鳝面，它面的口感很好哎，鱼好像还好，普普。没有上次去台南吃的好。它还有卖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忘记了。他好像不是专卖这个。我刚在台南吃的鳝鱼意面，对，鳝鱼超多刺。没清掉，也不是刺，是那个鳞片。喜欢面面哦。那你在这干嘛？还得去台南，台南好多好吃的东西哦，但好远，真的好远。我现在吃饭心情好。我们要去台南玩了，没有啦，我今天中午吃便当，就那个。
我家吃晒鱼，因此把这片猪夹。这鱼真的是很好，嗯。怎样？这是怎么了？啊？鳄鱼。好烂呢、啊，什么烂？善恶不分呢、啊？超烂的！不是，我刚刚在把这翻过来看，我想是什么东西，我会看到寄生虫，是不是？这碗220，偏甜。是鳄鳄鱼山，那你很啊？什么？我看，因为我刚刚原本其实想要订另一间，比较很蛮便宜的，100多块。然后呢，我就去他的 Google 看评价，然后就很烂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不敢点。然后我看这家还不错，但没什么人点，但还不错，还行。就是他的面很厉害耶，很酷。但这不叫做炒鳝鱼面吧，这应该比较像羹了吧。我会吃啊，你不吃吗？酱太多了，没办法给你们看。差不多这样，还有下板，谢谢海陆大亨。
几天没干嘛，躺着。我才不会告诉你们我做了什么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自己天天都跟吴奇辉待在一起。在游戏里约会，不想吃里面的洋葱了，没有面可以配，我就没有很想吃。吃完了，看它的酱剩了这么多，我有吃饱吗？我可能晚上会饿。有点想喝饮料。
但我刚我一个人叫不了那么多，喝完了，全都喝完了。复制贴上，复制贴上，贴上。1,2,3,4,6，总共2400。为什么创立一间公司2400美元就够了？2400美元是多少啊？2400美元，638。60几万，70几，80几万。哦，以前的钱比较大，应该是很多钱。好，我们讲到了洗衣机，洗衣机讲完了，它生产出了第一台洗衣机之后呢？1925年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所以他1925年更名，然后又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所以他是先更名之后才上市的，也是很酷。叫 Ctrl X Ctrl V 上去。Hello 大家，什么环节？这个那是课本吗？就是你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在用这个课本。这个课本2010年还2020年，不知道哪一年就已经停产了，然后就还在用这个课本。我只是觉得，这个资料是有点旧，2010年7是最后一版已经停产的书，我还在用这个书，真的是很酷，没人再版。但买不到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然后没带课本，然后说出去，好好笑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然后呢，逐渐它的制造重心逐渐转向家用洗衣设备及牛角式洗衣机。牛角式是什么东西？家用洗衣设备跟牛角洗衣机这两个差别在哪里？牛角式，这个好像不用写进去。长得像要自己记得，好。然后呢，
讲到了1925年歌名在上市后，甚至不知道这个洗衣机还没有在。然后呢1925年了，我们讲到1925年了，现在由怎么他怎么那么多儿子啊，我们讲一个1927年生产超过100万台，哇，这真的是没有人想知道，欸，我都不想知道。生产超过100万台，好哦。然后呢？然后1929年，再到1930年代起，然后呢，就1929年就可以停住，可以讲他课本的东西了。然后这个巨富店实现获利680多万美元，哇，好多，哦，好多钱哦！哇哦，这是财富自由吗？这是无用情报，我真的没有很想知道他卖了多少。OK， 上面写说他是什么？刚到底是哪一年？刚是1927 ，OK， 1927。年。受不了了，我要退学。我要退学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哼。然后呢，这个1929，OK， 近代萧条破产吗？没有，他说课本根本没写，根本没写，奇怪。我觉得我是写我蛮不能接受老师叫同学，就他可能讲几堂后，全部后面都叫同学报告。那我就觉得老师，我还上这课干啥？还差什么？学分 CP 值很低，我也觉得。但我已经上一半了，上完吧。这是已经提早体验的社畜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这个在未来会发生很多次这种状况。
好了，讲到下一页。我今天什么？下午要退吗？我现在也不用。老师连考卷都还没改。啊！大家今天下午没点名，早知道不要去了。可恶！宿舍也差不多。你就辞职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现在的 Z 世代的年轻人，不爽做就离职。没有加班费，没有加班费我不做。整顿职场，这才是对的。以前那个，你知道忠孝行省，请问你该怎么做？你可以看一下灯箱还在不在。其实我不知道还在不在，那有可能还在，有可能不在了。那都是鳝鱼面的味道。就这礼拜，筹备公司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没有，我没有开公司。开公司是梦想，但是我觉得我做不来。什么？真的要开公司哦？没钱呢。开公司超耗钱的，现在是谁？被换掉了，下班了。我有商业头脑吗？街坊突击队，我们现在是谁？
谁接班啊？看起来是不要那个大灯片，没关系，我有小的，好像不需要大的，大的我家好像放不下，我收到可能会有点困扰。广告，动身自己。当初没有人要留，照片会发吗？原本是有这个打算的，但实在是太暗了。但应该还是会发。我可能默默的发布在主页上，这样子。谁在一起？呼，你在讲谁？这是什么东西啦？超卡的。好吧，是我的电脑问题，我的电脑太旧了，好卡，好卡，他一直在慢半拍耶，对啊，我想画很久了，等我是一个。超拖延，干嘛？为什么一定要等人家送？自己买不好吗？学校苹果优惠，学生优惠的话，我不考虑苹果电脑。其实，我不太会用苹果电脑。用不到算了，什么？怎么用不到算了？啊！才能问他到这。其实现在态度反应，我可能没那么不完全的对。现在星巴克还有规定要拿 Mac 哦？怎么？这么辛苦？哦，真的很难用。哦，真的是烦死了啊！受够！
那我没电了。高三在咖啡厅读学车，我高三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读学车的时候，我还被叫回去练习，根本就没有认真在念。说休息都是假的，你知道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活动暂休。的时候 ，IG 会被公司拿走啊，然后现在都不收了。难怪我现在怎样有什么意见？就是念不太好。谢谢韩吉送一颗星，没参与的。但是像韩吉的时候说的，真的笑死。IG 你有就有差吗？就是我要更新大家发什么？其实没有 IG 好像没什么差，只是你知道，就我个人是觉得说活动暂休就不应该会有按赞爱心这个东西出现，因为就是你已经活动休止啊，那你为什么还出现？虽然我当时被收的时候我很生气，为什么把 IG 收走？嗯，没有，我现在时不时都会有一个人，他一直出现，他按我的赞，我就你知道他被自己删掉，别说了，说出来都是痛。对吧？我自己是很不解这个啦。OK， 到了1930，什么没有啊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我没讲什么、啊。你怎么会觉得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听呢？看到下来就想到了，谁？那谁？掉到时常会看。不是，这真的是认真的吗？吴奇伟也很认真在跟我讲这件事情、欸，哎，太扯了吧你们！我看了那个，我想说，啊，带头的吧？我有爆炎吗？我没有吗？你可以去吗？你报名参加就可以啊。930年，也预赛，这到底是什么啦？我时候不是跟我说明年吊山吗？对啊。吴姐有认真找我讨论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认真讨论。我只跟他说我收到一些东西，然后他说睡醒就是看到，我就，天哪！原来跟说电话上也会到，好荒谬。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荒谬。为什么孩子不出现给我刚刚那一幕？
正在聊钓虾，可以派人生四个吗？我还要租排铁机是不是？我找不到。我真的很不会找这些东西。我要怎么知道这个是什么模板？它会写吗？忘记好几次，他真的很厉害，不会有下次了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还好，我还好。我们要在那个虾子上面，不行，它会不会有那个、啊、钓虾？会不会其实会违反？人家说你们怎么可以欺负动物？这样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吗？前面这个报告的人，他把所有的字都打上去了。而且这个创办人的名字也太那个了吧，太长吧？他叫 Frederick Louis Maytag， May I tag you？On Instagram， 有，后面的人全都把字打上去了，我看到了，还一页放了一个，好好笑。第一个打完之后，后面就不用再出现。好累的报告，我现在才做三页，然后我要讲十分钟。我觉得我应该找一点影片，然后直接播个十分钟。影问影片新闻，好像有台湾的，关头是洗衣机，2011年，有一个两分钟的洗衣机开箱片，原装进口。就是这么，看一下他发什么东西。第一个电视广告，有这种东西吗？我要怎么查这种东西？他试过，对啊，我就试过啊，他就是写的很烂。然后，因为我刚刚写嘛，然后呢，我就丢那个，我说帮我做一个美泰克家电背景的简报，然后就先写一个公司简历，公司历史，然后呢，美泰克成立于1893年，最初专注于制造洗衣机，根本就不制造洗衣机，人家做那个的，人家做打谷机
禁尿期他这样写。对啊，你看第一个就不对，我后面还要看吗？第一个就不对啦。我觉得第一个不对的后面其实也不用看什么。然后你看他这个写完之后，下一个写说，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已成为美国著名家电品牌，于2006年被惠而浦集团收购，没了，历史就这样，两句。核心理念：提供耐用、可靠、高效能的家用电器，以提升家庭生活品质、便利性、效率。哇！糟透了！我传给 ChatGPT， 糟透了。哇，他做一个更精简的给我，真的不用欸。放个影片，用 GPT 会啊。欸 GPT， 我现在语文字我在讲什么。GPT 现在，他就是那种什么，讲那个智慧的时候，他都会讲智能。你讲智能，你就觉得什么？啥？你在说？我平常会用的讲话吗？你用繁体中的台湾用语之类的，哦，有道理。肖玉正长好高哦，天哪！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的，是他长着一个小孩的脸，然后超高的，超高。哎，你知道我那个握手会站，我是握手会第一波吗？是吗？应该不是吧？第二波。第二个直播是吧？他站在我隔壁。你们在讲第二波？笑死！我说讲第二次直播吧，还是第一次直播？他那个握手会，我们那个记者会，他站在台上的时候。他站在我隔壁超高的，不是重点是三个后辈们都超爆高的，然后我一个人这样，我真的是好哟，没事的，我很好。在卢卡旁边。我们要继续了，我要继续，加油！超关键就看得出来那个差距，干嘛？我就长得不高嘛。但是我站很好看，他们看起来很紧张，像那个小雨，他就忘记讲我是小雨，说很雨，然后空白小雨，蛮好笑的。真香，英国选人跟没竞选吧？就像我讲感言的时候，我就是一直这样，
然后完全一滴眼泪都没有。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，我之后会继续努力。哇，超级官腔，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当下我真的是，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怎么我很假笑吗？没有吧，没有吧。我也不知道说啥，我应该说些什么吗？哈哈哈哈。只有你在哭才跟阿妈超像的，笑死。我就问我妈，我说你有哭吗？说没有，欸，有什么好哭的。真的是，当年心情跟今天宣布有毕业关系吗？没有，就是一个心情很平淡吧。因为我前面已经，我记得我应该有跟你讲过，就是哎，你们知道的啦，就是那样啦。我觉得很正常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哭的。对，我应该哭吗？我应该笑吧，哈哈。我应该不知道说啥，该笑啊。完全没有实感是正常吗？我也还没有那个毕业的实感，欸，我到现在还是觉得，我要毕业了。真假的，那之后要干嘛这样。还有九单选拔。对啊，就是因为那个九单选拔，所以让你们觉得没有那个实感，因为还有很久的感觉。从头看的要哭了，两年后毕业不是梦，再两年我就签下去，再签个不到几年，然后我干嘛？我现在宣毕干嘛？宣布毕业，然后呢，我继续待在九单、十单继续待着，很好笑。浩一，你确定你这样讲是可以的吗？毕业当天哭烂，有可能。你需要抱怨一下，我要听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那个前辈毕业还在选拔，对不起，我们也不要回来了。我，哎，你们为什么你们跟他们聊的都是那种，就是哎，恭喜恭喜，然后他们就对我就是说，啊，不要走，为什么不会跟朋友说一点恭喜恭喜，快走这种感觉？怎么没有这样呢？你们这个差别待遇，我没有叫你不要走。你刚才真的讲不出来，只有我很豁达吗？你当天见算不是恭喜你，你有跟我讲话吗？你有跟我讲话吗？我就赶快把声音机离开。为什么觉得你都在拍后面的人，没有在拍我？等一下，怎么好像有点哭？哭啥？那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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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我不能乱讲话。
所以自助洗衣机店的崛起，洗衣机店的崛起，对啊，先不觉得想干嘛？突然开始认真，你们干嘛？我不想讲话了，我要远离这些可怕的人们，你们不要害我，拜托，不关我的事哦，我没有哦。我就是没有，所以我才上九段哦。我八段没上哦。我没有啊，我可以听啊，但我没有讲啊。造成这项业务自然扩展的主要原因，洗衣店觉醒，灯光啊，是造成这项业务自然。你再让我念第三次，是造成这项业务自然扩展的主要原因。好难哦，怎么难那么难念？不是那么难念，是到底要怎么打会比较好？毕业直接迎娶不能啊！你有问过我的意愿吗？我有想吗？我没有想啊。我还记得我当初那个有一个什么是婚纱的那个，然后我就写说毕业几结婚，我没有写结婚，我写毕业几。好啊，我等着看你们邀我啊。制造成这样业务，我念了第五次了，我还是看不懂。我看不懂字，我真的我有阅读障碍，我不会做这个简报怎么办？我放到这句，可是我放到这句我要写什么？怎么办？对了，你跟我说的那个怎么了？真的、啊，哼，我要说什么 ？ChatGPT， 我刚讲 Chat 吗 ？ChatGPT， 你可以放掉吗？可以把那个通知关掉吗？麻烦你了，谢谢，请你去删掉，不需要纪念好吗？又 ChatGPT 知道他在写什么？不是，我真的是觉得我应该要把它写一个东西，但是我真的想把全部的字都写上去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决定了，全部字写上去吧。我就是不会报告，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努力了。又在人家自助洗衣机缺电，电还写错字，我的电脑还宕机。哦哟，这什么电脑？我不喜欢让他念完，是造成这项业务自然扩展的主因。我今天就是听报告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人很喜欢讲下一个，就说那不想讲，然后就讲那，然后我听了觉得很烦躁，就是觉得是有必要这样子一个一个每个都要念那嘛，就是说1983年那个美泰克加点声音那个谁谁谁跟谁谁各说一人创建一人，那他们主要是制造那个那，但为什么要只讲那很烦？
还可以。什么？你删掉？你删掉了，赞哦！我好像我一直讲然后跟还有什么？然后，然后跟然后，现在什么？觉好没事，然后是造成这项业务自然扩展的原因。当时。我觉得今天外面好冷哦，超冷欸，我终于可以穿新衣服了。投币是那么快就出现了，很酷欸。复制一个。复制。想。投币，真的，今天出门，我们今天没有带外套，我想说。我如果穿一件长袖应该可以，我明天应该可以穿毛衣耶，好开心哦。晚琪，谁是晚琪？为什么我们没有人叫晚琪啊？晚琪听起来是一个很合理的名字，怎么那么出现？好糟，1960年代。哎呦！一次打错年代，年代早期，迅速成长。1970年代。竞争者。像我居然还有人叫增加电费，增加电费，还是我毕业后去当尼姑啊？与世无争，没事，我刚才突然想到这个点，因为我很好奇我光头是会长什么样子。
那就不能结婚了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你们不是也不希望我结婚吗？听哎，听哎，我去找特效的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感觉蛮有趣的，是不是？你说女仆，你听错了？什么啦？等一下，我要打什么？这是抖音上面会有吗？我们来看看。要怎么看？光头特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哎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蛮好看的。哎，我觉得我很好看耶，但这个眉毛是我吗？这眉毛不是我啊，但我应该是好看的。这未来我如果可能哪一天不小心怎么了，可能会长这样。发出来，我才不要。哎，把手机关掉了。我一定是好看的光头，好好笑。删掉。真的，我一定是好看的光头。你很温柔，对啊。救命！好荒谬哦。这个先看 ，OK， Ctrl X， 喂，喂，喂，哎，讲什么？我在讲什么？什么破戒？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我疯掉。哎，我不知道哎。我不行哎，我可能会一直在念经，可能念三字经。好好笑，我会被打吗？美泰克推出，我法号吗？安利？什么？竟然没上文这么辛辣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我们刚才聊说，我刚突然有一个想法说，因为我很燥，如果要与世无争，一个很平和状态的话，那我应该去当个尼姑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就试一下那个光头特效，就发现好像蛮适合光头的。然后就在就是，他们就讲说那个啊，不能，没有你错过的东西，哇，这个跟迪卡侬一样，错过的东西是不会再出现的。抱歉，我是肉食派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要自创那个。我要自创
那叫什么？自创一个叫安安你好叫，提出心事。明天好像要考试，但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报告。你很懒，你很慵懒，不如就叫慵叫，要叫。没人你好吗？你好，你好，就是见到人第一句就要说你好，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叫。入教啊，出影片我没有看啊，我只看网友很有才华。很好啊，我有。乌什么起什么会吗？今天安利了吗？感觉到我们今天产生微妙的变化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投币孔还有没有这个图片图案？哦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不让我查一直出现股票？什么啦？你们今天是不是很闲啊？你不觉得我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，我就一直在做这个报告，然后你们一直在偶尔听我讲话。你们可以做自己的事哦，可以哦，麻烦大家做自己的事情，一起努力做事。你很忙，我们很闲。明天期中考，我也是，哎，真巧。
片的人开直播，真的假的？他们什么时候开？对不起，我只是一个，因为在等人开直播的时候看的。那集说十点，真的吗？好，刚好我也十点开，很巧。我也十点关啊，对啊，我很贴心吧。我不要啊，我十点会关播的。我看起来有时间看直播吗？我好忙哦。我要是可以的话，我也想看，但是我真的不行，没有时间。不要，那个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谢谢观众，啾啾你。冬天长特别好看，我是冬天的人啊，但不是金冬天，抱歉了。冬天是你的。为什么是歪的？谢谢欢迎收，没关系。四毛妹还好吗 ？Hello， 四毛，你去哪里了？长得特别好看。是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要说什么？因为软软的，哈，这个月不会见哦。这个月公演什么意思？我这个月公演不会，哈？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出现？我往上看 ，Oh my god， 还好吗？
我要说什么？我刚刚的话题。现在我要说什么？请好好休息。请好好休息。哦，是好事哦。那就好。那就好，是好吗？所以今天要不先读书，读什么书？现在读书还来得及吗？做你的报告，我也觉得我不要讲话好了，交给你们批人了。对不起，我是一个臭批人。Sorry， 讲错了，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。不要跟我讲话，不要跟我讲话，我累了，我是真的很累。到底为什么还有这个报告？还是退选退一退，不要做了。80几 F 啊，谢谢海陆大亨送的送礼，我就发什么南瓜送了什么千纸鹤，送了台风感谢，原来是平时我在做心理准备。那我是那个意外吗之类的？或者是一点都不意外，我很，那你原本有觉得谁会留下来吗？我是一个很从众的人，也没有，我没有从众。我是唯一的那个。什么威的那个？也没了解。嗯，唯一意外的那个，怎么会呢？你就让我觉得期待。确实失望 ，sorry 咯，我找到了这个简报了，终于找到它了，先储存，不然它等下会不见。现在是做心理准备了，因为现在比较悲壮，你也是带退弟兄了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反悔，哪有人毕业再反悔的啦？太难看了吧！
但我相信我等到真的没有活动的那一天，我应该会觉得很后悔，就是在那个中间会有一个很长的阵痛期，就是说我现在少了一个舞台的机会。但我不知道之后我自己会怎么想。对啊，戒断镁光灯症候群，你讲的很酷耶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哎，好像你有什么舞台一样，你说的很有道理耶。选六学生进来当后辈干嘛？前辈当的好好的，当后辈放下樱花瓣，我就不是红人啊！哇，谢谢你，确实。放个樱花瓣，没有，我们不放樱花瓣。无机会。几点了？刚睡醒。没有，我不会播樱花瓣。樱花瓣很好哭吗？你喜欢听别人播这首？为啥？重视？你会哭爆是不是？16:00 C， 基本上吧。什么？啊？哦，16:00 扣抽，气氛上来超可怕。哦哦。收拢吗？我也喜欢收拢，收拢很感人。重新甄选回归过，我不要，我不要 ，no， 我要来念榜了。没有没有，你就在想，我现在5年过去了，长这样，那我再待个5年，你就会长这样。就是对我来说的话，如果是一样的话，我觉得好的，第10名是黑杰克，谢谢黑杰克。第9名是不想上班，谢谢不想上班。第8名是海陆大亨，谢谢海陆大亨。第7名是许阿北，谢谢许阿北。第六名是竹轮，谢谢竹轮。第5名是欧比王，谢谢欧比王。第4名是冰彻玄，谢谢冰彻玄。第三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2名是韩吉，谢谢韩吉。第1名是南瓜，谢谢南瓜。耶、yeah ！没有啊，以前没看到的，很好笑，真的好笑的，好累哦。你的刺激话题你知道是啥吗？我听听看、啊。
谢谢大家今天来直播，这一半应该就这一波。好的。珍惜当下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讲讲一下就好，赞哦，继续做报告，拜拜，拜拜。